先趴着，然后一只脚举起来，另外一只脚碰到脚，这样子。好，然后呢，再来一个动作，就是呢，先趴在地板上，然后呢，连手都要这样趴着，然后呢，没有按键，我们先来从这次，好，我们先坐着，然后脚这样子，然后动动动。再来是站起来的动作，首先呢，先趴下，先是这样子，然后往上，好 ，OK， 然后先稍微等一下哦。我们要做这个动作，首先脚先伸直，然后